各位的各位大德同学，晚上好，晚上吉祥。我们接着学习。好，首先把这个奥数妙法的问答学完，有时间多的，我们再学习啊关于六祖的一些《六字通经》里面的一些重要段落。再有时间多的，我们可以后面看啊。那我就是学习一篇关于逻辑学的问答。当时关于戏论，我说呀，当时我问你一下，我只是想怎么翻译，结果你回答一段，我看了好几遍。这个戏论是这部经典有的，当初我记得《楞严经》说皆是实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因缘自然，即为戏论了，就那个意思。那个里面说的名词戏论跟这个差不多吧？班尼说：“他的侧重点不是戏论本身是什么？他说那些都是戏论，戏论是什么呢？就是演绎。我们说十法界，你怎么演绎？把自己放到那哪个格局里去演什么身份？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幻化现象。”有的时候，佛经讲的时候，讲真实义的时候，那这些幻化现象都没用了，讲的是自性，自性真实不变，哎，它是真实不变异的，这些幻化现象都是变异的，幻化现象就可以叫做戏论，幻化现象都可以叫做戏论，那自性是真实不变异的，那个就不能叫做戏论了。关于这一次论文论成垢，我简单思维了一下，前面贪嗔痴慢疑我们都论了，那就是成垢嘛，有什么区别？那是单个的。现在能论成垢，是不是综合的来论述？贪嗔痴慢疑都是成垢，总的来说啊，加上业习气，是不是都是成垢？这个跟以前的论贪嗔痴慢疑有什么区别？它的侧重点，侧重点就是论成垢。以前我们论了呀，贪嗔痴慢疑都是尘垢嘛，但是只是没有指名道姓说这是尘垢，有时候又说了一句两句，重点应该不一样。现在我们这个论尘垢，它从侧重点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要不然不就重复了？以前那个不叫论尘垢，就比如说论贪嗔痴慢疑。那跟这个不相干。比如说论贪的时候，它的重点是贪，并不是它的。它是尘垢问题，现在你的焦点是在尘垢问题上。雷已经说了一下，想象为尘，实情为垢。你讲了几次尘？尘强调的是什么受量、数量啊？垢就是厚度。尘不仅仅是数量，数量是尘的一种表达形式。再一个呢，它就是有浊性。你把尘土放到水里，跟水搅在一起，怎么样呢？放在水里，跟水在一起，它就能浑浊，所以这个尘，它的特性叫浊性。浑浊以后，你比如说，我今天说你浊一把颜料，右一把颜料，就让你本来透明的水变得不透明了，本来最清晰的事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，不清晰了，这些都属于尘。也就是说，你去论尘，不是论贪不贪的问题，嗔不嗔的问题，现在就跟贪不贪、嗔不嗔不相干，现在是论尘的问题。尘刚刚说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数量问题。第二就是让你这个清水变浑，我觉得这个跟前面好像是重复的一样，但是又不一样。垢呢，就是它的厚度吧，它主要是论什么？就是垢，厚度，让你根本就见不到光明，见不到本质现象，就障碍太厚了。不是，通常来讲啊，难以除去称之为垢，垢的特性就是难以除去，你一定要方法恰当。才可以除去，方法不恰当，几乎你是除不去的。哎，这也太抽象了。关于尘垢这一块，过去就简单提了一下，经典也是提到这个名词，就是没有哪一块给我们去论它呀。垢就是难以除去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比如说我们说的试忏、理忏，算是方法不？那算不算？那个也算，但是呢？比如说，你有个汽车，确实汽车可以代替你走路，
你到哪去开车就到了，但是你这个车没油，要油没油，要电没电，你要跟着车一起去，你得扛着车走。那你说能更快还是能更慢呢？肯定更慢呢。我们启动忏悔程序，它也需要你有油有电。有动力，没有动力你就忏悔，忏悔也是几下又没劲了，心力也没有了，体力也没有了，本钱不够，资源不够啊。以前都能找到一些感觉，现在对这些越来越找不到什么感觉了，什么成够啊？以前仗着你训练那些资本和老本都还可以，你也讲过一两次，但是就那些写论文，我觉得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总要有一些经典的论述啊。但是在经典中只是提一下这个名词而已，只有你稍微扩展一点点。你不是有大藏经的搜索吗？那在大藏经里搜索不出来呀、啊。还没有去搜索，目前学的《楞严经》提到成垢，其他经典提到很少，陌生经典又要去啃，够啃的呀。我总是在想，要在现有的基础上，比如说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这些我们学过的，那该多好呢？那成垢的侧重点在哪里？我还摸不清楚。为什么要论成垢啊？你不论述，你对它就没有办法，连认识都没认识，你就没办法理解，你要理解不了，你就不存在着降服它、清除它，甚至你什么事情的成垢你都不知道，你就没办法清除。所以说，要对它定点的彻底认识透，把它完完全全认识透，你才会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它对你究竟的危害程度是什么。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感觉。贪嗔痴慢疑，至少写的时候，这些思路理清了，最多想起来你说的什么灰尘加上水合在一起，它就坚固了，就变成垢。反正就是很厚很厚的水泥块吧，那就是垢，就是强调垢，就是很坚固、很厚，锤都锤不坏呀。那是方法问题。你当时说先用的粉化，最后一敲就碎了，只记得大致是这样的。实际经典里也讲了，只是你们都联系不起来。比如说《妙法莲华经》法师功德品，就讲了法师功德，法师六根具足功德的时候，它是什么样的？如果法师六根具足成垢是什么样的？就里面谈到了法师啊，去那个六根具足功德的时候，叫清净功德品。我们知道清净功德，我们知道那个说了，但是有尘垢的时候，六根会怎么样？没有说吧？那个还用佛说吗？你自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，还用佛说呀？人家是法师功德品，你这个是法师尘垢品呢？这叫论文呢？把自己的这个事说出来，那怎么地？怎么不可以呀？那天下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，还以为自己会死，好多人都认为吃完就死了。他也没死，在这之前，不可能有人讨论番茄什么味儿，没吃过。你说没有论据，你就是论据，你就是最好的论据。成圆满具足，垢圆满具足，就是这个相。搞啥？想好好不了，想坏好像是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呢，他特别喜欢。这就是成垢在我们身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吧？是啊。所以说，那个不是佛经里没有讲。是你就是看不懂佛经，《楞严经》里也讲了根尘脱落，根尘脱落具足功德，就是法师品那个相嘛，那个就是最低最低限的，就你这个身体照样可以有那些个类似神通的能力，那怎么了？就是这样的吧，他那个都是一笔带过呀。那是一笔带过，因为用不到那么细说的，谁都知道的。就你尘垢太重，你就没办法知道。我们现在论文不是一笔带过，是要自己去发挥呀，搞不好发挥错了怎么办？这个太没有把握了。以前写的论文至少经典依据有，你说的也有，现在这个完全自己写，就是有些茫然。如果你茫然，那其他的法师不更茫然？如果人家都写出来，你还在这儿喊茫然，那你说笑话不笑话？不能那样说的，只能说我们学的太差了，领悟太低了，悟性几乎没有。那现在一点一点升华自己，要不然人还真都认为很不错的。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不清楚，那你说你还能搞什么呢？说过一段两段，问题不大。关键论文至少总要写个几千字吧，说的有血有肉，总要搞一点。关键是素材太少了。不过今天你补充了一点，自身跟那个法师功德品对比一下，那是一个素材。你去看看那些菩萨，
住的论也好啊，就证明你能卡住的。人家那些个菩萨他还卡不住，你别总在那块看到论，就总不屑一顾。有的时候人家就分析的比你透彻，比你细致。我回忆起来，大智度论好像有一些，总是对结实分析的很细，好多论里都有的，实际就佛经里又偶尔谈到了。也偶尔谈到了，至少他不是按照你这个意思去思路去讲啊，他是在讲任何一个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给带出来了。这是关于尘垢要去查一些啊经呢，或者是论，我们才可以知道的。好，这个文档我们就暂时学到这里吧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六字坛经里的一些思想。大家知道六祖六字坛经呢，谈的是见性的事，也谈到一些心用上的事，怎么样去发挥这个自性的妙用，也是，说实话，也是比较高级，也是比较高级的，必须在对自性这块有所领悟啊，有所领悟就是上，啊，我们就能懂一些这个心用上，心用上的好懂一点，我们来具体看一看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说你真想要见到这个真实的佛道啊，你的真如本性，只要你行得正，莫歪了。什么是最正的？戒律就是最正的。你要是歪了，那就不是往佛道上走呢，说不定往哪儿去了。莫歪了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呀。就差那一毫厘，你往前走，出发点你只歪了一毫厘。你走10公里以后，看看和目的地会相差多远。记住，行正即是道。《楞严经》上讲，有界升天，无界地狱。随着有无的相倾斜啊，有无相侵，随着有无的倾斜，去取轮回性。如果是有，是吧？清有界，那就升天了；如果是无界，那就地狱了。那我们现在有界了，怎么还取轮回性呢？这回怎么又说行正即是道？般若为先导，持戒为正行。如来的禅宗，他也没有离开如来的教下，教下也没有离开禅宗。这个教下和禅宗是分不开的，禅宗是教下的精神，教下是禅宗的规则，所以说谁也不可能离开谁，离开了就是错误的。六字坛经首先提示的是见性法门，只传见性法门。首先自性法门是般若智慧，最后又告诉你那个自性法门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只是我们有了一些问题，我们在哪儿有问题就在哪儿修了。我们在用上有问题，我们就用智慧来破除烦恼黑暗就可以了。理论这一块讲得很清楚了，最后呢，就告诉你实修、实际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只要你正，就是只要你有智慧，这个正就是智慧嘛。没有智慧，你正不起来呀，你想正也正不起来，因为你本身就是歪的，是邪的，你那个邪气、毛病都是歪的、邪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有智慧才能正得起来，没有智慧你会顺着你的习气就跑了。所以说，只要智慧现前，行正就没有障碍了。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正，常见自己过就叫正，常见自己的功那就是歪，常见自己的过叫正，那就是智慧行啊，常见自己的功那就是歪，因为这个就是。啊，慢行之类的都发挥了，经常看一看，一念之间自以为是，那就是歪；念念之间都是发现自己的问题了，那就是正。看着很简单，做起来很复杂，因为它涉及到你每一个举行动念之处。如果说，能够常见自己的过，就与道相当了。此时此刻，看看自己的心是歪了还是正了呢？能不能发现自己有毛病？如果我夸你，你在那儿是不是偷着乐呢？偷着乐，那你就歪了，你就与道不相应呢。因为人家夸你，跟你相干吗？各位，你凭什么在那高兴呢？在那偷着乐呢？人家夸你，并不是你就一定行，是人家啊会修因呢，人家会修，人家在种因。我说你错了，你是不是在那难过？难过就歪了。你看看你们的心就知道了。
实际我现在就是在教你们一个，我们如何修行，如何观察自己内心。我先骂你一番，你看看自己歪没歪，然后我再称赞你一下，我也会发现你歪没歪。就这样的常常训练，常常提起，常常观察，日久天长，养成一个好习惯以后，天天我们都正。今天说你对的时候，你没歪；哪天我在你对的时候，我说你错了，而且把你说了一分钱不值，看你歪不歪。嘿嘿，这些都是真实的修行了。如果说能在一些众神面前永远不歪，那就是功夫了，也就是你永远是正的。至少看一看自己都有多少烦恼，有多少习气，你都能知道的。我们如果这一生再白白的度过去，你以为你真对得起释迦如来？他替我们在地狱受苦，学过释迦佛因地时发的500大愿就知道了。释迦如来替我们每个人在那受苦，愿念念之间不要忘本，忘本了啊，我们搞不好就上根断灭，上根断灭就要受苦的，就要受苦的呀。学到哪儿就感觉到哪儿，就这样说，与祖师与佛的境界契入了。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在那儿做其他法的意念，就违背广论那种，就虽然你在禅，但不熟耳了。这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一些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自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就真正的修道人，他不见世间的过错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浊呀。如果说见到别人错的地方，这个非就是见到别人错了，你自己就已经错到天边去了，你已经偏了，你不歪了。这是说呀，给谁听呢？或许六祖大师会算，知道会蹦出个人来反对，他就把这个话就放在那儿发等着。啊，你也不会蹦，你在这个时候蹦出来，你不是等着六祖骂你吗？希望你心里放平静一点，不要六祖骂你，他会不高兴呢？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，他错了，那是他的错嘛，他错了，我们就不要错了。我错，那是我有过呀，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。我们只要除掉自己那个错误的心，这样一来就把这个烦恼打破了。因为你的烦恼都是建立在你错误心的基础上，你把这个放下了，不管了，你的烦恼就打破了，你也就可以进入了。进入什么呢？进入修行了，就可以进入修行了。不要忘本，哎，是啊，发愿要念念之间不能忘本，念念之间感恩诸佛菩萨，正爱不关心，常生两脚卧呀。不管是谁，你讨厌的、喜欢的，你根本就不去关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是消极，是消极吗？各位，就是讨厌的人、喜欢的人，你根本就不关心，不去关心。什么叫不关心呢？就错就错了，对就对了，好就好了，坏就坏了，打就打了，骂就骂了，别人喜欢我就喜欢我了，我不管那些事，把心放开，是吧？这样就可以舒心了，坦然了，只要这样就可以了，一点一点让它根尘脱落，一点点的根尘脱落干净了，我们六根孕育着无始以来的习气和业力，一点一点脱落干净了，我们就自在了。欲你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。什么叫方便？现在叫方法，也叫善巧方便。现在叫方法，就叫方便。过去叫方便，现在人叫方法。你想度化别人吗？是吧？那你自己总要有方便方法呀。你没有方法，怎么教人家？你就算是成就圣人了，如果没有善巧方便，没有一定的方法，你是教不了人的。就比如说我们没有一定的辩才，我们只有非常严重的口业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说话总是词不达意，就说东就扯到西上去了，说西就扯到东上去了，费了好大力气，结果人越听越糊涂，纵然你的智慧是真实的，你也帮不了别人，也渡不了别人，你真想去度化别人，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、辩才、善巧方便，没有是不可以的，没有方便方法，你是什么都不可以的呀。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信现。还要注意啊，不要让别人生起疑心，
这是高级法师就可以做到的。也就是说，低级法师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比如说你讲着讲着，说着佛法，让别人升起疑心了，那就不行，那个就不叫自信现了，那叫烦恼现了。如果说你不让别人生疑心，那个就是自信现呢。如果说让别人生疑心了，即使是一个人，那一个人也没有自信现。你这个想度化别人，没有化成，他的自信没有现前，就没有化成了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这两句话一般人经常弄错啊，大家希望能够理解清楚，好吧？就是佛，什么叫佛法？就是觉悟的方法，就叫佛法。世间，什么叫世间？就世间的烦恼，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觉悟的方法应该运用在你世间的烦恼上。这个佛法在世间，它省略了几个字，就是应用的意思，就是觉悟的方法应该应用在你世间的烦恼上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在你烦恼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运用你觉悟的方法。觉悟的方法要运用在你烦恼的时候，而且我们这个觉悟的方法是不离你迷惑的时候，因为你不迷惑的时候啊，要觉悟干你要你觉悟干什么呢？就在你迷惑的时候，才需要法的力量支撑你；不离你迷惑的时候，需要觉悟。这个觉悟是在你烦恼产生同时，才能发挥觉悟的作用。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啊！如果说你离开烦恼，离世就是离开烦恼，你还去求个什么菩提？还去找寻呢？寻觅一个什么菩提？寻觅一个觉悟，那就如同求兔角一样，不但找不到，而且是头上安头，多此一举了。也就等于我们已经过了家，就要下船的人到了彼岸，应该下船走了，他还背几个船来，背几个船走。如果说没有烦恼了，还要这个觉悟方法，也没有这个必要，也没有这个需要的。如果说我们迷惑的时候，你这个觉悟也是迷惑了，真正没有迷惑了，那觉悟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再求的时候啊，就是永远求不到。那个菩提是对治烦恼而有的，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。如果说烦恼没有了，你剩下那个菩提，那菩提还是烦恼啊。如果说那个也觉悟了，那就没有了，烦恼也没有了，菩提也没有了，还去找什么呢？再找什么，就如同求兔角一样，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明世间。我们生正见，一切佛法正见都是出世间的，世间一切都是邪见，世间一切都是邪见，烦恼邪见，邪见烦恼就是世间了。真正的正见就是出世间，烦恼邪见那都是世间。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呢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什么正啊、邪啊都不能要的。这块好像跟前面好像违背了。前面说但正无三藏，现在说邪正尽打却都不要了。六祖大师毕竟是禅宗门下。禅宗没有一个说是因界生定的，前面已经讲了，摩诃般若的力、大智慧力，看书要纵观全局，不要局限在那一句话上面。实际六祖老师短短的偈颂，含摄着无量意，确实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太简单了，话很简单，你要把它展开来，几乎通摄三藏经律，经典的戒律、禅定、般若、智慧都有了。他把顿教、渐教都讲清楚了，就在这短短的偈颂里面，各种根性全都在内的。首先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，禅宗教下都是如来的智慧，像太阳一样的智慧，处在虚空中。虽然说这一段什么法都讲了，但是他传的是见性法呀，前后呼应一下，世间、出世间，那都是相对法，都是相对法。它不是那个自信了，自信是绝对法，我们要觉悟那个性，
就是觉悟那个自信，不管是在世间还是出世间，你那个心不是枉然的吗？你在世间，你的自信少了，缺了，了了；你出世间了，你的菩提自信增加了。记住，菩提自信还是枉然不动的，菩提性枉然的，它是枉然，它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。禅宗直接就揪住一个自信，就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自信似的。以此啊，教阿难尊者，并没有说你去持戒呀、什么的，他就告诉你，梵文文自性道成无上觉。六祖老师是唯传见性法，中间虽然有各种法门修持，那是在告诉我们，见修的人怎么办？我们顿修的人根本不去考虑世间出世间，根本不去考虑那么多，就是把自信一下透露出来，就是哦。这是顿修的人，啊，顿修人有禅宗，禅宗就是顿修嘛。所以在其他书上看到我们叫什么叫顿教，什么叫渐教，什么叫顿教和渐教。顿教主要就是安住自信的，安住自信的，把自信透露出来。哎，那叫顿教啊！所谓渐教，就是一点一点的，哎，一点点的修，在心用上一点点的修啊。好吧，我们看看时间啊。好，就接着学习前面的奥州妙法吧，好吗？我们回到前面来，上节课的文档还没学完呢，就是。2020年5月1日晚上的，不要放纵自己做魔弟子的习惯。当时我们讲到68页了，好，我们继续学习，跳过来68页。好，当时有人说呀，以前的时候就世间的好多事情，自己都没有去真正的用心思考过。本身你看看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些东西，然后父母又怎么样怎么样，是吧？宠爱我们，关键是不管你思考没思考完，就因为吃的，你就可以耗损你的时光，耗损你的精力，耗损你的金钱呢，是不是呢？耗损你的福报啊！说实话呀，这个贪嗔，这个烦恼，它就是用你的功德福报去害你，是不是？它就是用自己的功德福报来害你。今天我就想了想，是啊，为什么吃呢？这饭呢？这菜呀，是自己修来的福报啊，是自己是吧？用汗水换来的，用汗水换来的这些，你用你造业换来的，用汗水换来的呀，换来这些钱呢？但是最后你又去吃，你看看是不是耗费，就是耗费你的金钱呢？耗损你的金钱，他就是浪费你的金钱，又用你的功德福报来害你，啊，他不是用别人的，用你自己的功德福报来害你。你说这个人傻不傻呀？傻不傻？但是人还放不下这个吃，他还放不下这个吃啊，还放不下这个吃，所以人非常愚蠢呢，非常的愚蠢。还说吃啊多好，你看这多美味，还认为这是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放不下这个吃，一方面自己啊愚蠢，一方面我们要升起惭愧心呢，我们要升起惭愧心、忏悔心呢，这个最少要有的，甚至呢，因为吃的去打架去，你比如说父母搞个好吃的、不好吃的，那就容易打起来了嘛。那你说好吃的不也一餐，不好吃的那也一餐呢？有的时候，你要是跟着烦恼走一走，看看它结果是什么，自己分辨不出来，那你可以先跟它走一走，看看结果。多数来讲不需要的，因为我都给你们排得清清楚楚的，不需要你们自己再去摸索，摸索自己没听说过，去摸索，你可以带着这些去搞，你们都清楚了，那你再去搞，你只能说话。你只能说活该，你这些个倒霉呀、窝囊呀、好不起来呀，活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这个东西嘛，你就没想好。你说你忘了，如果说不重要的事可以忘，重要的事怎么可能忘了呢？能让自己痛苦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他怎么可能忘呢？你不可能不重视自己吧？那你要不重视自己，你还吃它干什么呢？
是啊，大家想，就这个吃，反正就这个吃，把人搞惨了，把人搞惨了呀！谁那个视频打开了呢？嗯，认没的视频打开了，你干什么呢？我都看见你了，视频呢？没关掉啊？谁把视频打开了？好，有的时候活的就是矛盾颠倒。以前没想到我吃一口，八苦离我太遥远了。我现在吃一口，我先吃了再说。以后的你说那一种，以前是这样认为的嘛？它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不是可能性，是必然性。你看众生那些八苦哪里来的必然性呢？都有病，是吧？而且都活不了。很少有人活到90、100岁，本来就应该活到100岁，至少就不算短寿。没有活到100岁都是短寿，就是为什么活不了那个时，就是因为贪吃啊，一个贪是主要的。我当时听你最开始说这个八苦的时候，是2015年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就一盘吃的在这里，或者是其他，我就现在先贪了，再说嘛，以后是以后的事情，我哪会想到他有这些隐患在。你说以后再遇到了这种，如果没团到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那我也可能在假设，我以后没团到了，我也不会去起这个嗔恨心嘛。我当时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想的，我没有想到吃那一口就把这一切都排定了嘛。我以前想的是先吃了这一口，反正当下没有苦嘛，当下还是乐，以后呢，以后再说。再一个，比如说别人没给我了，我就嗔恨，有可能我不嗔恨呢，就是属于类似于这样的。什么贪呢、吃啊一样，我对镜的时候，我可能不会起这烦恼。以前没有去想到这一切，还会把以前的苦，就是以后的苦也排定了嘛。有的时候苦不是以后产生的，实际它当下就已经产生了。特别这个吃是吧，当下就产生苦啊，非常兑现。你比如说有一样最好吃的东西，它真好吃啊，可惜你没吃到，你没吃到啊。那这个时候别人在吃。你都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，你不会有贪，也不会有嗔，也不会有慢，也不会有疑，你连个妄想他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想，就算是猜，他也就是把他吃过的那些数几遍，或者说在哪儿配配方，但是他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这个。所以说呢，你在吃的当下，你这个苦已经开始了，那个苦已经开始了。你要没吃就没苦，你吃苦已经开始了。为什么说一吃苦就开始了呢？因为好吃，因为好吃，因为好吃啊。那么他就想再吃，再吃没有了，再吃没有了呀，是吧？那就求不得苦啊。所以说当时就有苦了嘛，因为你一定会想吃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本来是你吃一个，你已经吃一半了，是越吃越好，越吃越好。这个时候毛毛过来了，哎呀，这么好，他给吃了，那这个就叫什么？爱别离苦，他也不知道你喜欢吃那东西，对不对？人家过来，他只是喜欢这东西，他并不知道你喜欢这个，给干了，那你苦死了，是不是苦死了呢？爱别离苦啊，把我喜欢的给吃了，完了，加上怨憎会苦，所以说他当下就已经开始苦了。再一个呢，你喜欢他，你就离不开他，离开就想不到你就什么呀，就求不得苦，是不是？不管你喜欢什么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乐的，只要你喜欢的就离不开，离开了就会想，是吧？想不到怎么样，就求不得苦。无论是人、事物，还是吃的、喝的，这世间就是苦海呀，就是苦海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有多少喜欢的点？我们有多少贪欲的点呢？我们有多少？我们的喜欢的点、贪欲点是无量无边、无量无边的。各位呀、啊，你说就一个贪，我们不说嗔痴慢疑，光一个贪，我们是无量无边的贪。你说我们就是无量无边的苦啊，无量无边的苦。所以众生界真是苦海呀、啊！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呢？真苦啊！我感受到了，好苦啊！到处都是苦，这个娑婆世界，整个地球没有快乐的地方，真的没有，除非你这个人不贪。除非你这个想我的烦恼，目前就我之所见，真的只有班尼不苦啊，其他人都是很苦啊，都很苦。你们看清楚了吗？都很苦啊，包括我在内啊，就是因为没有，
没有降伏这些，还没有把这烦恼看清呢，看透啊，所以就无量诸苦啊，无量诸苦啊，就像正念师今天说的，不要跑来跑去，他就觉得有点厌倦呢，跑来跑去就有点厌倦，因为跑来跑去它也是一种苦，因为人不愿意这样跑来跑去，是吧？总觉得自己就好像是水上浮萍似的。谁都希望自己有个固定的家，是不是有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啊？但是不由你想啊，不由你想，这个要过去修来呀、啊，要过去修来。比如说这身有房子，有没房子都是修来的。有固定的居所都要修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过去，比如说你过去供养别人房子，过去啊用房子去供养出家师父，用房子去供养真正的呀三宝，供养善知识了，供养佛菩萨了。你这人绝对有房子的，绝对有房子，啊，绝对有自在安乐的居所呀，要不然你就飘吧，要不然就飘啊，就是飘荡的，很苦啊，是啊。但是我们不去说世间苦，但是我们假如有智慧，我们不去感受这些苦，该做事做事，该学习学习，苦不苦，他就没苦了。所以说，不管世间多苦，你不去感受，你不去感受这个苦，就没苦；你去感受，就越来越苦。大家记好这一点呢。永远记住啊，我们说世间苦，就是对你们这些人，就是对什么人，有愚痴的人说的啊，而且经常愿意去品尝、去感受这些苦，那都是愚痴人。你现在有点智慧，就纵然你苦报来了、果报来了，你不去品尝，照样没苦的，照样没苦。不去品尝它呀，它有什么苦呢？没有就没有那个苦的呀，没有那个苦。唉。啊，是啊，都是苦不堪言的。自己看看自己，你看看自己，看看家人，你就知道。看看亲戚朋友，傻乎乎的，真的，众生都是，关键是他傻乎乎的，他还认为他很正常啊，他还认为正非常正常啊。对，不去感受，不去品尝，这就是智慧啊。牢记啊，不去感受，不去品尝，我们去感受智慧，我们去感受慈悲喜舍。多好呢，是吧？去感受工作学习的快乐呀！人在学习的时候、工作的时候，真的他有好多快乐啊，好多快乐，对吧？我们去感受这些快乐呀！好，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妙法呀！啊，不去感受就没有那个受，就没那个苦啊，就没那个苦了，就没那个苦受，就没那些许多这个苦那个苦的呀！一感受那个苦，就会放大，就会放大呀！就越来越大，本来它是一分，你越感受它越苦，就一分变成两分，变成三分，变成八分，变成十分，变成100分。你要是有功夫的人，那你可以吃它的同时不产生苦，过后不产生苦。你猜这样的人，世俗人怎么叫他吗？怎么叫他呢？吃的时候不产生苦。过后不产生苦，吃的时候没有苦，过后也没有苦，不知道啊。你们世人怎么成为这种人的？谁知道呢？就当下没有苦，之后没有苦，是吗？啊，世俗人有叫这种人吗？有看到这种现象吗？饮食家吗？觉者吗？但说说世俗人怎么称呼他的呢？乞食，那个叫乞食啊。哎，一堆三业艰难者。就大家的话都说不来呀，班里说一堆三业艰难，大家看看我们是不是都是一堆三业艰难者？因为我们都贪了，过去生这一生是吧？就到现在，我们都还在贪呢，都放不下贪呢，所以必然三业艰难，忏悔忏悔，那就不叫世俗人了。世俗人逢到这人，他就会说无情无义，无情无义呀、啊，就当下没有苦，之后没有苦。他就说：“你这人是无情无义啊，忏悔忏悔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没苦啊，你没苦，无情无义就没苦了，没有感情。他们以前就这样说的。你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呢？冷血动物啊，就这样子说，老说我们冷血动物，这个听过？因为你没苦，那不苦还不行，是啊。”没苦，无情无义的，他就没苦啊。
那不苦还不行啊？对，你要不苦还不行，你要苦啊！你苦越大，你越有情越有义，是不是？你苦越大，你越有情有义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苦越小的人，他越没有情，越没有什么义啊。所以说，好的人说，乔峰对那个阿朱可有情有义了。乔峰对阿朱可有情有义了。我一听，不是一天，我一听啊，这苦那样了，还说他有情有义，不是一天，是我一听啊，应该是我一听，我一听。乔峰对阿朱是不是有情有义啊？各位，是不是有情有义呢？他对阿朱有情有义，对阿朱就无情无义啊？他对阿朱用情了吗？没有啊，这是阿朱当时，反正他对阿朱的好是阿朱当时身体就那个样，大家记得不？身体就那个样啊。他并不是有什么情不情的事，不是有没？但是阿朱就认为他对自己有情，是吧？还想象着、幻想着将来什么什么，到时到什么到什么到边塞去牧马什么什么的，想象很多，最后搞得自己阿朱把自己因为用情了，都把自己搞死了，是吧？还记得不？都把自己搞死了呀，用情了，用情，被乔峰拍死了，哎，可怜了，好像是带他父亲，带那个带他父亲呢，那才叫惨呢，用情。所以说，这涉及到乔峰呢，要问谁？像世间女的都怀疑说怀疑乔峰，这都是骗人的呀。因为乔峰对女人他没什么感觉，他对女人没什么感觉，他也不去用什么情。所以，真正的女的，假如跟乔峰结婚了，那就惨透了。那你惨透，你以为你会恨死他的？你会恨死乔峰的？你绝对不会喜欢他的，因为他真的是男子汉呢，大丈夫啊！各位，男子汉大丈夫啊，不跟你搞什么情啊！然后梅长苏对那个宫女也是无情无义，对那个郡主无情无义啊，没有情就是智慧，对吧？说情吧。就义不说了，就是智慧。对，没情就是智慧，用情怎么样啊？就是愚痴，就一定会受苦。没有情就没有苦了，情为苦本呢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呐，我只要那话稍微变化一点点，他们马上就开始进入云里雾里，云里雾里。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就说，我一说话你们就云里雾里。为什么这样？三业艰难呐，这太不灵气了。云里雾里什么意思啊？这成语啊。你没听说过呀？云里雾里是啊，云里雾里非常重要的成语啊，没有听说过这个成语啊。如堕云里雾里是啊，很常见，那就是障碍呀，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就找不到北，也叫找不到北呀，找不到北。哦，学英语时间到了，哎呀，我都忘了，一点都不啊，这样的。好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吧，好吗？好，暂时学习到这里。啊，明天星期六吧。好，明天接着学习。明天预习的时候可以预习就开始。首先学习最少学习一篇那个逻辑学。好，一时帮忙注意一下，好吗？然后接着学习以前的奥哲妙法，恢复正常，好吧？有新的文档我们再学，就跳过来学新的。好，就这样的。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、支持、配合。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，好。